你好，我是江宁。节目聊主题是 Draymond Green 四年一亿续留勇士队。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并没有写成文字稿。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下喜欢并分享这部影片，更别忘了订阅频道，给我适时的鼓励哦。接着，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影片中所有的数据截至20198月5号。勇士在 KD 离开之后，勇士王朝事实上是面临危机的。但先签后换得到 D'Angelo Russell 之后，球迷看到了一些转机。现在球队用四年一亿的合约留下 Draymond Green， 我个人认为这对勇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合约。原本 Draymond Green 的合约在明年就会走完，之前 Draymond Green 一直说他要拿大合约，也就是顶薪。事实上，他在明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之后，他是有空间去争取更高的合约，也就是年薪超过3000万以上，或者是5年2亿上下的薪资。现在提前跟勇士续约，逐年薪资从2020-21赛季开始为2220万、2400万、2580万、2760万。目前 Draymond Green 是29、30岁，换句话说，未来合约走完之后，他已经34、35岁了，所以这份合约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大合约。过去常常有朋友会留言问我 Draymond Green 值不值顶薪，我必须老实说，超过3000万这样的薪资，如果我是总管，我签不太下去，因为球队中已经有两位球员拿超过3000万的薪资了，那就是浪花兄弟。这几年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一支球队中只要有两名球员年薪超过3000万，球队在自由市场中是很难操作的，这是站在球团的立场。第二点是 Draymond Green 的个人数据不是 S 级的数据，这里指的是他的数据很优秀，但是不是优秀到足够让他拿3000万以上的薪资呢？这里我们换个方式说， KD 跟 Kawhi Leonard 都是领3000万以上的球员，但如果我们放上 Draymond Green 跟以上两位球员比较，也许球迷比较容易有答案。所以我自己的立场，3000万以上太贵。2020-21赛季 NBA 预计的薪资上限是 1.17 亿，所以如果他明年再签顶薪合约，第一年的起薪会是3500万上下。今年76人的 Tobias Harris 签的合约是5年1.8亿，而现在 Draymond Green 提前续约为4年1亿，均薪2500万。用这个例子来对比，我个人认为站在双方的立场，这个薪资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勇士队。先来看 Draymond Green 的部分，上个赛季例行赛场均 7.4 分、7.3篮板、6.9助攻，不算出色，但季后赛13.3分、10.1篮板、8.5助攻，非常出色。球迷别忘了，例行赛球队中有 KD 跟表弟等人在球队的轮替名单中，所以例行赛 Draymond Green 场均只上场31分钟，而到了季后赛 KD 跟表弟因伤的关系，又或者勇士终于要认真打比赛的等等， Draymond Green 场均上的时间暴增至 38.7 分钟，所以他的数据更漂亮，特别是 8.5 助攻非常亮眼。好玩的是，站在 Draymond Green 的立场，以上的数据足够让他在明年夏天拿到均薪超过3000万的薪资吗？我们不知道，也许有球队愿意，但也有可能失败。所以站在 Draymond Green 的立场，你可以说他佛心，因为均薪2500万的薪资对他来说的确不是最高的薪资合约，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他也有可能会失败，这里指的是进入自由市场中能不能拿到更高的薪资，这也是事实。勇士提前留下他非常重要，因为明年夏天 Draymond Green 是完全自由球员。这里我们要看一个数字，明年勇士的团队薪资在还没加上 Draymond Green 的合约时，已经超过1亿1700万了。换句话说，明年的自由市场，勇士如果要补强，只能透过交易，因为球队是没有薪资空间可以操作的。所以站在勇士的立场，可以用均薪2500万签下目前勇士禁区中最重要的球员，就算认为贵了点也必须要签，因为只要 Draymond Green 狠下心要走，勇士基本上在西区很难生存，因为目前浪花兄弟的无球能力必须要有一名会传球的禁区球员做搭配。放眼整个 NBA， Draymond Green 就算不是最好的人选，也一定在名单之中，所以勇士提前留下他是必要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勇士在留下 Draymond Green 之后，基本上也确定自己栽培的三核心浪花兄弟加上 Draymond Green 都很有可能会在勇士打到退休。
浪花兄弟，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交易的。开个玩笑说，如果交易浪花兄弟，勇士球迷应该会暴动吧？更重要的是，勇士总管并不是 Danny Ainge，所以勇士的球迷应该可以放心。Draymond Green 在签下这份薪资之后，以及目前已经接近30岁的年纪，未来要交易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球迷应该可以期待这三人的职业生涯在勇士结束。这对勇士球迷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感动的画面。感性完的回到现实面，图表上看得很清楚，加上 Draymond Green 之后，未来勇士在不交易的情况下，球队保底有4位明星球员。上个赛季 D'Angelo Russell 也入选全明星赛。就这样的阵容跟这支球队已经拿过3次冠军的情况下，勇士会是西区未来5年内最有竞争力的球队之一。快艇2年后，可爱跟钓鱼哥 Paul 旧局会不会留，我们不知道。目前已经35岁的黄少爷的 BJ 还可以继续深化人多久，我们也不晓得。火箭2位 MVP 连线会不会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勇士只要 Draymond Green 跟浪花兄弟这3人还在，勇士就有拿冠军的能力。这一点是西区各球队要小心的地方，而且操作方式会跟过去很像。只要勇士能在自由市场中签下几名可以用的老将，勇士当然就具备拿冠军的能力。所以这一笔交易让我自己的看法是，双方都有各退一步的做法。 Draymond Green 不用去自由市场闯看看，也许平均薪资2500万不是最理想的数据，但应该也不会差太多。而且真的到了其他球队会不会更好，还是一个未知数。勇士的立场，均薪2500万可能贵了一点点，但只能选择留下他，否则明年球队是没有薪资空间可以操作的。再者就是很难找到一位球员跟 Draymond Green 一样，可以跟浪花兄弟的打法完全搭配，所以这份合约对勇士球团整体来看非常出色。简单的说，如果勇士想要保持竞争力，这份合约是一定要签的，差别是花了多少钱。2500万，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理想的数字。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希望这影片你们会喜欢。那今天影片在这边结束咯，记得按下喜欢跟分享这部影片，也别忘了订阅频道给个适时的鼓励哦。那今天就这样子咯，我是Johnny，我们下次见，拜拜哟。